我觉得
的现代思想的一个至关重要。因为一个美好的、一个不好的思想，就像我的尼黑，我的家乡，就是我们家的故乡。所以是思想至关重要。如果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宣传理论，一个美好的合作平台，你一个美好的、一个实际的、可行的操作方案，我相信能给世界带来幸福、希望和福音。这就是我们宣传合作基金会和世界文化工程、世界文化锻炼组织与联合国共同推进的使命。我一会儿来分别讲讲关于为什么在时代中诞生的世界，都知道至少联合国六十年在选择和挑在挑战的选择面前，选择是命，就像人的一生就是选择历史，选择好了就幸福，选择不好就是命。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了世界文化多样性，也是在联合国教科书下讨论了几十年，到底走过的一路。美国当时一反对一次，最后148个代表团全部通过。因为联合教科书提到，人类走错路，人类必须回到多样性。多样性不光是文化概念，是政治概念，是经济概念，也包含了人类延续、生存、创新、发展，包括研究。包括它的公民与外交，所以在这个背景下，我们人类必须改变两次工业时代的组织结构。啊，两次工业时代诞生很多世界银行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联合国，但是我们觉得这还不够，需要更多的支持。因此，我下面我想要用六个点来讨论。第一，我在片子里写。当然，我在故事起源中曾经说，能够生存下来，不是那个强壮，也不是那个聪明的，是能够随着世界过程迅速变化的变化。你整个时间很多年，你不用钱，全球化，在用力把各种力量搞到提升。
星期一，加拿大又有了一个新的法定假日——家庭日。虽然有的新，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中文联播，刘莹在多伦多向您问好。上个星期的多伦多啊，可真是忙碌的一周。当大家因为传统的中国农历新年而忙着互相拜年串门的时候，又要开始为了西方 romantic 的情人节开始准备鲜花和巧克力了。为了缓解大家的忙碌，在新年过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天，从今年开始，每年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，加拿大又有了一个新的法定假日——家庭日。虽然有了新的假日，但是面对祖国的灾情，相信许多在多伦多的华人朋友们都不能安下心来休息。今年啊，中国遭遇了50年一遇的大范围持续性低温雨雪冰冻极端性灾害天气。面对祖国的，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中文联播，刘莹在多伦多向您问好。上星期的多伦多可真是忙碌的一周，当大家因为传统的中国农历新年而忙着互相拜年串门的时候，又要开始为了西方 romantic 的情人节